禽兽，如果你在，肯定会阻止我吗？ 你的仇，我替你了解。大哥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先睡一觉吧。迎接你的死期吧。 将我打退，凡人里面你是第一个。看来我得更加认真才行。我已经抓住了他的破绽，进攻得手，但是他一瞬间就从劣势中恢复。果然不是我能应付的对手，能对付他的。 帮得忙，他是天羽山的土地神。哦，竟有这种事，奇怪。悟空师兄，这把剑拿出来就行了吗？没错，拔出此剑，我的魂魄就自由了。好，看我的！ 终于自由了，小鬼，请人情，将来再还。我想转世重生，做一个真正皇帝该做的事。师兄，你要走吗？
怎么回事？看来走之前还有事要办。小鬼，休想！师父，太可恶了！俺老猪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打死你们这帮畜生！猪妖，你们大势已去，别做无谓挣扎了。三藏，我欣赏你坚持战斗的意志，你是值得被我视为对手的第一个凡人，可惜你已失败，接受你的命运吧。不，我成功了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现在已经完成了。好险，还以为撑不下去了呢。师父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悟空，你依附在白狼身上。我见这小鬼资质不错，就借他身体用一用。现在的白狼就是悟空师兄。悟空师兄，你没事就好。老猪为了救你出了好多力呢。别过来。我这样就没事，开什么玩笑？悟空师兄，我一死了，我被砍头了，
现在不过是无主孤魂。我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漫天神佛来找我干架我都没怕过。偏偏是曾经和我出生入死的师父出卖我，如果你不念咒，老子可以横扫整个天宫。必须念他的太初殿，再在第十天头上拉泡屎再走都没有问题。师父，为什么不信我？既然你当年不信我，让我被天柱杀死，现在还能干嘛？西行纪动画原声大碟上线了，快去 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和五星原创音乐打call吧，纯音乐免费下载哦。